身穿露肩礼服，散发优雅气质，大陆女星杨紫出席大陆电视剧《品质盛典》，上台领奖时，因为礼服太长，杨紫小心翼翼地拎起裙摆，被发现里头穿的居然是一双黑色马丁靴，显得有点突兀。以往女星们参加活动时，为了和礼服搭配，往往会选择高跟鞋，让身形比例看起来更好。不过杨紫却很特别，穿着马丁靴搭配礼服，典礼后她在微博写下不满，你们说马丁靴确实蛮好穿的。 率性作风获得大部分网友正面评价，称赞马丁靴也很好看。谁说女明星就一定要穿高跟鞋？反正礼服很长也看不到，穿得舒适最重要。一双鞋意外引起热烈讨论。